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七人草地联赛科秦对晓丽嘅赛后精华。咁先开波咧，系着住蓝衫嘅晓丽啦，而科秦就着住粉红衫啊。你又见到科秦大脚斩上前场，立到翻嚟嘅，回翻后少少俾队友推多两步，左脚射埋去啊，目标就中噶啦。不过咧，力水又争紧啲。之后作嚟一个长传上去，咁啊，晓丽加脚咧又落翻科秦脚下，拨去右手边嘅位置，助跑一步就射埋去啦。一脚远射埋去咧，就过唔到对面门将十指关啦。之后到晓丽呢边，回翻埋去中间嘅位置，分翻过左边，又嚟一脚远射埋去。今次科秦门将都要扑一扑嘅，将个波挡出。长波掉上嚟，立唔立到呢？左边立到嘅，等紧队友上，咁啊回翻后少少先啦。推还多两步，带多两步就抽埋去啦。今次门将飞身将个波挡出啊！呢边分到个右路，嚟自晓丽嘅攻势嘅，挨一挨吸翻去中间位置，传翻埋去，再嚟一个远射。今日两队波都几多远射喎，不过门将都够集中啊，都过唔到对方嘅门将嘅。呢、这个长传埋去，终于带入禁区里面施射啦，但系照样啊都过唔到科秦嘅门将。咁啊，上半场咧双方打成0-0平手嘅，下半场就到粉红衫嘅科秦开波。呢边咧，晓丽嘅攻势啊，踩多两脚之后，自己带前传俾队友，拨去右脚位置再射埋去。门将搞第一下、第二下解唔解到围啊？粉红衫解到围啦。之后晓丽呢边继续攻啊，送个直线入埋禁区里边，一拖埋去个网系喐咗噶啦，不过射上网侧位置啫。之后呢边门将大脚斩上去，立到嘅前面几空下嘅，粉红衫嚟到压过埋之后再射入龙门里面啊！晓丽打开纪录，领先1-0啊！入波嚟自王奕德嘅，睇呢球啦，门将斩上嚟，佢立到转埋身，对面粉红衫已经失咗位噶啦，翻嚟嘅时候再俾佢逼过咗啊！拉开咗少少角度再射埋去，帮晓丽打开纪录，领先1-0。之后呢边个波掉上去，又系咁啊！照板转去，今次左边有队友波啦，用唔用啊？自己过咗一个，再推深啲，再射埋去，门将挡咗一下之后弹眉而出啊！呢度门将大脚斩上去，落咗晓丽脚下，带翻个半场咧，球证吹完场咧，就系晓丽赢1-0。